江科长，乔老弟，出来了。哎，刚才一直在开会，在说剿匪谍的事儿，耽误了一点时间啊。哎，坐坐坐。江科长，大忙人啊，剿灭匪谍很多吧？多倒是不怕，怕的就是藏着身不好抓。你看着有些人看上去完全不像共产党，哎，可是家里却藏着发报机。那。 那找到那些藏发报机的人怎么办？宰了。破例。江科长，您当了科长之后有魄力。<笑>乔老弟，我看你状态也不错，不像刚出来的。妈，这两年在里边是不是一直想着出来找我呀？我是想出来看看你，跟我算旧账。 正好，我呢有笔账要跟你算一下啊。两年前，你因为贪污进了大牢。我贪污？你当时喊冤，可是没有证据啊。那5000美金，到现在查无下落，你搞得老板以为是我贪污了。这两年哥哥可一直替你兜着呢。现在好了，既然你出来了，那这账面我们是不是应该平一平了？ 凭什么？我知道你心眼多，手里边攥着能够扳倒我的证据是吧？江科长，您大人大量，我就做着小买卖，糊个口。那就好，那就乖乖听话，5000美金。江科长，5000美金，5天？您这是开玩笑吗？走。 那帮过来，江科长呢？回办公室了，说是有客来访。什么有客来访？无非是一些巴结行贿的小人。党国大爷就是毁在这帮小人手里。科长，姓江的毕竟现在是六爷眼前的红人，我们拿六爷未必能压得住他。我觉得倒不如给姓江的留点面子，毕竟他把持后勤资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我们现在给车加个油，得看他脸色。 预算报销得等他签字儿，要不然我们先把共匪消灭了，回过头来再收拾他也不迟啊。他还在办公室吗？乔志才，你再这么跟我装，就没意思了。张科长，乔老弟，从你出狱的那一刻起，我手下就把你盯紧了。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哥哥我呢，本来想把你整死在大牢里的。今天晚上，有人要你的命，让你穿着这身衣服走出去，就会被乱枪打死。那个政治犯救了你的命。哎呀，我就想。 乔治才这个兔崽子，真的有本事啊，在大牢里头都有人替他过命。那好，我就放他一马。我看他肚子里还有什么鬼主意。我肚子里有什么鬼主意？江科长，你说这5000美金这事儿，从你出狱以后，你特意去了一趟火车站，还取了一个箱子。 说那箱子里面是能为你洗清冤情的证据，对不对？让开！这是跟我妈。让开！江科长，我这两年都在牢里面待着，我得尽尽孝嘛。这箱子是送给我母亲。
老爷的电台，火车站搜遍了也没找到，保密卷也没拿到手，这箱子难道凭空消失了不成？我有个猜测，但是不敢肯定。老爷会不会把箱子交给某个在火车站出现的人？毕竟当时情况紧急，箱子必须脱手。要临时交给某个人，也很冒险。 我也不能穿的劳服回去见老母亲吧，总得有两身衣服换吧。这箱子，我真是给我母亲的，那5000美金的事，一分都不能少。谁呀？江科长，那您忙，我先走了。有客人啊，刚才话说到一半，有批设备还等您签字，我请您回去开会。哦。 你们还不认识吧？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乔志才，我当年做生意的小老弟。这个可厉害了，我局新上任的行动科楚科长。科长好。南京调过来的骨干，自打楚科长上任以后，剿匪工作就干得风生水起，鸡飞狗跳。哎，楚科长。 我知道你想去找六爷打小报告，去。但是六爷呢，时间有点紧，你可能约不上。江科长，说笑了。六爷公务繁忙，我怎么可能打扰他呢？啊，我刚才情绪呢有些激动，当然绝不是针对您啊。要是哪句话让您不舒服了，您多包涵。啊，楚科长。 兄弟，我修为不够，说到包含二字，那这个人一定脑子得有活路。这里要不活，就是死路。您说的是，那咱这会马上。乔老弟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。楚科长，请。 小哥，不好意思问一下，那个32号在哪里啊？32号，哎，这不就32号吗？这是32号啊！哎，你还不知道呢，32号被烧了，昨天着的火。烧了？怎么烧的？里面的人呢？小姐啊，你是来投奔呢，还是探亲啊？小哥，里面的人还好吧？人都出来了没有啊？好什么呀，都烧死了，都炸死了。
就这楼上，人都烧焦了，昨天抬出来十几具尸体。有活下来的吧？全都死了。马丁一下，亨德尔皮货行在哪儿啊？亨德尔隔壁。谢谢了啊。就是你，这个箱子，这个箱子是我的，你拿错了，不是这个箱子，哎，这真的是我的，哎，这真的是我的，箱子呢？你那女的长什么样还记得吗？长得挺漂亮，气质不错，皮肤也很好。问你的不是这个。这是他的钥匙。哦。哎呦！嘘，小文是我。哎，那小黄油还真挺好使，可算把你给弄出来了。哦，对了，按您的吩咐，这是今天晚上去香港的船票。不用了，本少爷是无罪释放。啊？
一句话跟你说不清楚，我洗澡了。拿着行李，不会打算常住吧？怎么着，不欢迎啊？<笑>那哪能啊？我嫌这地方不好。嗯，好啊。哎，摸不得。咋了？别怪哥没提醒你啊，这箱子我要卖给医院的啊。你知道那 X 光那个射线吗？啊，别说摸，你就打开看10秒钟，全身被放射。 此角色。哎，是，就是这人。好，你去吧。哎，孙明，现在组织全程搜捕，20岁到30岁之间的女性，黑色矮跟皮鞋，丝巾，黑礼帽，身高1米65到1米70之间，齐肩短发，去把画像师找来。是。 这不是当是您教的吗？当初啊，要不是您照顾我生意，我早不知道死哪去了。我们的生意还是老规矩啊，一人一半，不能亏待了兄弟。<笑>谢谢少爷，谢谢谢谢。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您说，你到黑市去看看有没有南洋的东西，椰子油啊、蜡染布什么的。少爷，您要这些东西干嘛呀？这你就别管了。 先生买船票吗？从南洋回来，最早一班轮船什么时候到？蔡南号明天中午到。明天中午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啦！ 南洋乌木，按摩舒服。南洋的乌木的，对，乌木啊，对的。好啊，多少钱？4块银。4块，1、2、3、4，不对。哎，我给您掏个新的。这玩意儿这么贵啊？好东西，南洋。爷您看一下，这是新的，假一赔10。我想要你手上那一根。这怎么能行？ 这是我包裹枪的，不行不行不行！那假一赔10，那你就给钱呗。你真乌木叫卖，假乌木出货，这伎俩，小爷我多少年以前都是玩剩下的了。退钱，赔10。你小子是砸场子的是吧？啊，欠揍是吧？兄弟们，怎么着？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是吧？在我的地盘叫板。<笑> 少废话！快点！站好了！爷，乌木给我。 哎，撤撤撤！大家好！刘少爷，您没伤着吧？没有。乔少爷，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刚刚。你回来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啊？现在就来看你们呀！坐下坐下。和平路亨德尔皮货行的事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就是那家被炸了皮货行。哎，我知道。 里面有共党，我听说是被保密局给炸的。我还听说后来那里出了一个女匪谍。女匪谍？是啊。今天我们把人放出来，给我走！都起来，起来！把行李打开。
怎么弄得乱七八糟的？小姐，身份证给我看一眼。怎么还要查身份证的了？没办法，上面的规矩。上海本地人，怎么还出来住店呀？ 还能为什么呀？我跟婆家吵架了呀，我也想出来住一个晚上，这没有房，那我也只能回去了嘛。这都忙着抓谍匪呢，就别来添乱了。小姐，老身份证得抓紧换的。 显得麻烦。啊，下面发现，给我上来搜。是。各位看清楚了，这就是嫌疑人的肖像。今晚我们连夜搜查，几点查获，几点收工，明白吗？是。 是我呀，我是丽雯，黄丽雯。是丽雯呐，你怎么会来的？我妈妈她不在吗？你不知道啊，你妈和你妹妹早就搬走了。他们搬去哪里了？前阵子吧，我在静安寺啊碰到你妈了，她说要在那个地儿找房子，也不知道找到没有，就是那个镇宁村的那个弄堂里头。 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肖奶奶，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把你吵醒，你快点回去睡吧。没事没事，你到哪儿去啊？我，哎呦，来吧来吧，就在奶奶家里啊住一宿。来来，进来进来啊。见过这人吗，保长？我你见过。拿着这画像，给我挨家挨户的问，我可告诉你。 私藏通共嫌疑人罪名很大的。老爷手里的电台还没有下落，保密局正在全城搜捕。他们搜捕的对象居然是个女人，怎么会冒出一个女人？会不会是组织另派的女同志呢？ 在火车上掩护老爷同志，不可能，老爷一直都是单独行动。再说，组织另派他人，我们早应该接到指令，我们要赶紧把这个女人的情报汇报上去。嗯，这被子啊是干净的。哦，你也挺累的，早点休息吧啊。谢谢肖奶奶。有什么事跟我说啊。好嘞。 镇宁村。
哎，倪小姐，您来了，来慢点。倪小姐，您看，这个就是那个招租的吉屋，我带您进去参观参观。谢谢。哎，这个皂皮间干净吧？啊，哎，您再看看这边。这个房间是佣人房，哎，这楼上呢还有几间房间啊，还有这儿的家居呢都是一应俱全的。哎，来再看看这边，这个采光啊，那采光怎么样？我看这个信快出来了，想把它推回去。不好意思。哎，你不住在我们这宁村吧？不住这。不住，你来干嘛？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找谁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这宁村大名鼎鼎的钱太太。咱们这宁村啊，里里外外，大大小小，什么事儿我都知道，特别熟悉。哎，你要什么难题的话跟我说，我帮你解决。啊，那麻烦问一下钱太太，这儿有没有一户姓乔的人家呀？小哥啊，乔家住这宁村的哪条弄堂啊？离这所房子远不远呢？乔家，乔家就住在这个弄堂最里头，跟咱们这个房子啊看起来是一堆一位，隔得了有点距离。如果从后龙到朝金路的话，两三分钟的事情。哟，你找姓乔的？哎，他们家哦，有老乔，有小乔。你是找的老的，还是小的？我就是找姓乔的人家。你今天碰到我运气太好了。我跟你说，就在前面那一栋。来来来，我带你去看。咱们现在就走。来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。我带你去。不用了，钱太太，钱太太，真的不用了，谢谢你啊。你哄我呢？真以为我不知道行情啊？原先这里的董乡里因为股票崩盘破产，吞了鸦片死了，这房子才空出来的。我照顾你生意，便宜点算给我。林小姐，我跟你说，住这一片的都是有家底的好人家。我看你呢，也不太像。你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狗嘴不出你不要跟我客气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跟乔家特别熟，我带你去看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真的不用了，谢谢你啊！哎呦，真的不用了，谢谢你啊！你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！绿文啊，绿文。不是在做梦吧？我听说你们到这儿来找房子，我就过来了。哎呀，你知道妈妈这段时间多想你，多念你，多盼着你吗？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你看，你这不就回来了？快让妈妈看看。变了，妈妈都快认不出你了。等一下啊！哎呀，喏，看清楚了，这是定金。敢说我没钱？不就两条小黄鱼吗？今天下午我就搬家，你给我收拾干净了。丽文，来来来来来，住住，我自己来。走走走，再跟妈妈一起收拾东西，我们搬家。
宅，您哪位？桂芳，我呀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你出来了。小心点，别惊动我爹啊。二少爷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今天下午6点。好好好，回来就好。我这就出去买菜，买您最喜欢吃的鳝鱼跟小肋排。你跟妈说一声啊，我就是中午12点灿南号客轮回来的，她一听就明白了。好好好。少爷，您真要走啊？您走了我咋整啊？咱这合伙做买卖，我告诉你，我出来可是做大事儿。科长，到目前为止啊，我们一共收获了48条线索，我呢已经连夜逐个排查，目前有价值的线索呢，就只剩下5条，其中2条都是有人报告说，他们见过跟画像长得很像的可疑女子，而且呢，全都在长乐路附近。通知苏一鸣彻查长乐路。是。上面说，最近没有派女同志来沪工作。难道保密局把一个普通路人当成我们的人？保密局那个姓楚的不容小觑，他如此大费周折搜捕此人，我们的电台很有可能在他手上。发动我们的同志一起寻找。糊了，清一色啊，又了。哎呦，我给你咬过啊，下一把。调过去，你东南西北风都调过了，还是不见起色呀？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也不知道碰到什么没骚心了，从早不顺到晚上。就从中午来说吧，在弄堂里哦，碰到两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哎，一个举措措，一个打扮的呼之招之，听说呢是来我们镇明村租房子的，而且啊，他们口口声声说要找姓乔家的男人。哦，是吗？这帮掮客真拎不清，这宁村的房子也是能随便介绍给外人的吗？是的呀，太太，来拿牌来。啊，桂芬啊，太太啊。哎呀，各位太太，哎呦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再陪大家打一把啊，打完这一把我就得回去了。哪能来噻？三缺一不来噻呀！我不好意思，家里晚上有点事情。来，八筒。师傅，师傅就在这儿了。来，哎呀，大家轻一点啊！来来来。去，你看着那个镜子，别弄碎了啊！辛苦了啊，师傅。这谁呀？师傅们啊，麻烦当心一些。师傅，麻烦先帮我把这个箱子拿下来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就帮你拿了。谢谢。董乡里的房子租给谁了？老婆，起来。还没有听说过呢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来，我帮你擦擦汗。哎，对对对，谢谢了啊。我是新搬来这里一栋的，以后我们都是邻居了，大家常走动啊。我叫林云上。这怎么多一双筷子？月容啊，给我。桂芬啊，鸡汤晚一点端上来，免得凉了啊。嗯，好嘞，太太。爹，老爷，哎，等等，
你把这个带上，我昨天帮你做了一件新衣服，很好看的。你帮我拿着吧，我这次去不方便带太多行李，任务完成后我去你母亲那里找你。你都不知道这些年啊，你在外头我多提心吊胆的，生怕你遇到什么不好的。丽文，你结婚了？啊？您说什么呢？戒指呢？你的戒指呢？你跟谁结婚了？啊？那男人呢？哎呀，丽文呀！部长，跟您打听个事儿，这个女人你看你见过没？哦，好像是林云上的女儿黄丽文。住哪儿你知道吗？那边左拐的四号。老太太您好，黄丽文是住这儿吧？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是他同学。莫根啊，快看看谁回来了，快！爹，